他说啊，问他父母是什么种姓啊？那父母都是婆罗门种，那父亲的名字叫做斯罗善现。那、斯罗是戒的意思，就是别别解脱的意思。那、斯罗其实是清凉的意思，好习惯啊，戒是好习惯。斯罗善现，母号月地利。那无毒就合掌，那么跟这个菩萨说，愿圣者却凡，却凡本处啊，那么无自忧亦悲恋。那这个无毒鬼王跟这个婆罗门女说，那现在你先回去，却凡本处，你先回去啊，你的爸爸啊，斯罗善现，斯罗是好习惯的意思啊，清凉好习惯，没有忧恼。那你的爸爸啊，现在你的父母，你就是你的母亲了 啊，因为他是母亲往生了，他要问他父母的名字啊。那么他说你先回去，那么你不要太过啊，太过担心啊，忧郁悲恋，你不要太担心。月地里罪里啊，就是你母亲，他的母亲叫月地里啊，他因为过去不恭敬三宝，机会啊，就是机会三宝。啊，所以邪见，那他很担心他会堕三恶道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啊，升天以来精进三日，是吧？他本来在地狱的，但是他现在不晓得他现在在哪里啊。那么这个他说，你的这个母亲啊已经升天了，因为精进三日啊。那我们说，从地狱直接升天的不是没有，但例子很少。那么为什么会升天，其实是跟他的业有关系。那他的女儿，假设比如说现在婆罗门女，那么也有可能导致他的父母升天。那导致他的父母升天是因为他们母女，因为这个因缘很深，他特别孝顺他母亲，他母亲也意念他女儿，所以那个心念会连结在一起。所以通常是能够度脱家人的，基本上都自己的家人，而且是最亲的那个家人。那么不一定是子女，有时候是孙女，不一定要看他们的姻缘深跟浅。那有些虽然是子女，姻缘没那么深，就是彼此的顾念没那么深啊。有一些像仇人，那就没办法。那有一些就算朋友，他彼此那一种姻缘非常深，就是彼此意念很深了。就是你常常想起他，他也常常想起你，这种就表示你的姻缘深。那么如果是你想起他都是好的，你非常爱他，那么这个是比较善缘。如果你想起他都是不好的，你非常恨他，那么这个就是恶缘。他 都是比较深的缘。那不管是善缘恶缘，只要是深，他的影响就会深。那么就算他死，他们彼此的影响没有减少，但是他可能就比较不容易传达，但是还是会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他如果堕落地狱，那么他那个心力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他那个心力是一样的，就是彼此意念的心是一样的，但是他堕地狱之后，因为常常在受苦，他比较不能想起，比较不能想起，或是他即使他发射同样的心念，他接收能力比较没那么强，有屏障啊，其实是这样，但是如果够强的话，他还是可以，就是说还是会影响。啊，其实是这样，所以即使是佛要度众生，都要看有没有缘，有没有善缘，没有善缘没办法度啊。那他要有善根，对方要有善根，就是他要有那种接收，他现在接收不了，你再大的电力，你就是一万伏特的，遇到塑胶一伏特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那个做导电的要金啊银啊铜啊，那个导电越高就越好，接收率越高。那我们在没有烦恼的状态下，没有恶业就是障碍、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的状态下，然后比较容易接收一切的善恶法，气是这样子。所以人为什么那么容易上升下沉？容易气是这样啊。那善恶道为什么不容易？它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啊，障碍住啊。但人也有，但是人的障碍相对的少，就算有也没那么多了，没那么厚，气是这样。那天人是障碍。也有，但是他的障碍就是他的福报太大，福报太大啊！人家那个钢板，他那个是金板啊，他一样是障碍住。那么一样他就是他不容易升起来，
不容易升起那个，他就是他的善念有，但是他不容易再升起更上增上，所以天人都是往下掉。天人他有善性，但他不会再往上，所以天人都是受果报，完了就往下掉。那天人也很少直接掉三恶道，但也有，不是没有。天直接掉三恶道的也有，但大多数都是在做人，那人还有余福，还有一些果报啊。然后因为他还有这种善的，所以从天上下来的啊，他有几个特性啊，他诚实，他孝顺，他善良，这有三种特性，真的啊。这身业口业，就是他不太骂人，也不太会说谎话，诚实，但不是都不会说，经过学习之后也会说，真的。他一开始不会，一开始不敢，他没有那种习惯，那也没有那种讲粗话的习惯，没有，他没有。但是如果他的姻缘不好，啊，他就在那边学，学久了他也会。所以这个是可以改变的，一直改变的。然后所以你佛陀他讲，你要跟比你好的人在一起，那么你会增上。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一个能力了，你要去帮助那些比你不好的，那你还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你要选择性的跟比你好的，因为你会被他拖下去，你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啊。那所以你会学习，就会沾染到这些不好的。所以就是说，菩萨因为他有能力的，哪里不好他就往哪里去。但是我们一开始不能这样，为什么？哪里不好，你往哪里去，你就跟他不好，你就跟他一样不好，甚至比他还不好，就会这样。所以你要往上。开始要先选择跟善的、跟贤的、跟有智慧的那在一起，然后学习到有一个能力了，你内心这个心愿要有，就是我曾经是那样的一种啊，那样的一种虚弱没有力量的，所以我知道那一种比较弱的没有人帮助的人，希望有人帮助他，那么我现在没有能力，但是我就是要展览这种能力，那就是一种愿心，我要展览这种能力，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去帮助这一类的人。地藏菩萨就是这样，好，在黑暗中做一盏灯，照亮那些黑暗中的人啊，其实是这样，把自己化成一盏灯，走到哪里都给人家带来光明跟希望啊。当然你要先有这种愿，那你说我可能做不到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得到，因为你会做人，你会做人，你要知道你现在所看见的狗跟猫，弥勒佛来他都还不一定做得了人。你现在养的狗跟猫啊，你现在看到的一只鸡跟鸭啊，甚至晚上来叮你那一只蚊子，七尊佛过去了他都还不一定转成人。那我们也曾经这样，但是经过几次，有一次发心了，发善心了。好，你像这个国外有一只狮子，它不吃肉，但是它也吃菜，那很少很少啊。有一只老虎，它也不吃肉啊，它也吃素啊。猫不吃鱼，它也吃素，很少很少。几十万只猫就有那么一只猫发了善心，那么它就有可能转成人。那么我们曾经是啊，六道轮回里面，尤其畜生道，尤其鬼道，就也是不好的人之中发了一个好心，那么而且要坚持哦，坚持就这样上来做的人，就好像你小学。啊，你努力读书，读国中，国中努力读书，而且小学六年都要努力哦。你第一年努力，第二年不努力，三年你就不会啦，第三年你就不会啦，对不对？那四年、五年、六年，你都学不会，你就落后了。第一年努力，第二年又努力，第三年又努力，这中间都很坚持啊。读到国小毕业，那国中又要努力哦，国中努力又考上高中，高中又努力考上大学，大学又努力毕业啊。那人有一点像这样。读到大学毕业，那么你要看他，你能够大学毕业，就算你是最烂的大学，大学里面的最后一名，就是大学里面你说有五百个人，你是最后一名，哎呀，我最差，你是大学里面最差的。但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，没有读大学，读到国小就没有了，读到国中就没有了，读到高中就没有了，考大学考不上，考上了没有读完，至少你读完就算最后一名，就算最后一名了，你跟他们比。你跟他们比，他们都远远不如你。那你要知道，就算我考大学是最后一名，我看起来是最差、最笨、最没有能力的人，我是佛教徒里面啊那个最定位最少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就算这个不一定是这个不会是事实，但是就算是，
你都比那一些还没有进入佛教的人多很多，那么比那一些还没有成为人的人多很多。你看我们家如果养猫养狗，或是别人家养猫养狗，你知道他有可能做的，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之后弥勒佛再来，他都还不一定做的，不一定哦。那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做的，我们曾经也在三恶道里面，但是我们是努力多久，坚持多久，发挥我们的潜能，突破我们的局限，坚持我们的愿望，我们才可以做人。然后做人我们又经过多少努力，我们才会相信佛法。那所以佛法里面常常讲人生难得佛法让我们，确实是这样。那你现在就算你是最差的啊，那么你看那个美国总统拜登啊，那个克林顿，反正那些啊，台湾的总统啊，不管是陈水扁这个蔡英文啊，至少从做学习佛法这一边来讲，你是超越他们；相信佛法这一边来讲，跟佛法的因缘这一边来讲，你是超越他们的。你不只是超越他，你超越很多人。他比你有钱，他比你有权，他的学历比你高，他的种种方面，但是他这一点，即使他努力了一千年，他都不一定能够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。真的，你还要想这个问题。而且这种善恶大善大恶的，就是说善业造很多，他升天也不一定学习佛法啊。然后他因为他没有智慧，他不相信因果，他有可能在最有权力的时候造最大的恶业，然后又堕地狱，然后又因为他的善业又起，就这样一直沉浮。但我们至少在相信佛法这一点，第一个，你作为人这一点已经超越了非常非常多的众生；第二个，你相信佛法这一点，那么你已经又超越了非常多的众生；第三个，你相信佛法并且好要佛法学习佛法，你又超越就很多的非常非常多的人。很多人相信佛法不一定学习佛法，不一定哦，真的啊。所以你再怎么差再怎么差，我告诉你，你都已经超越非常非常多的人。你从这一点看，你就发现到我们虽然不是最好，但决定不是最差，而且能够这样已经是非常了不起。你像我们现在可以活到现在，小时候难道没有生过病吗？那哪一次生病死了，你就没有在这里了啦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多，你从小到现在活到现在，你要克服过多少灾难病痛，对不对？危险，每一次都化险为夷，你才能够存活到现在啊，不是吗？那其中只要有一次没有转过来，你就不在啦。所以一样嘛，你现在做人那是经过几尊佛的努力呢。所以不要不相信自己，你想一想，这样你就觉得确实我们，你就算你台湾大学最后你，我告诉你，你都超越其他的大学。假设啊，我们说台湾大学最好，我们不是在这里做比较，假设那么你也超越其他没有读大学的，你也超越其他国小就毕业国中就毕业都没有读书的、啊、甚至不认识字的、啊，一样啊，你现在可以学习佛法。当然我们会看到，因为我们都是跟同样学习佛法的比嘛，我们会觉得哎呀，我们怎么这么差。如果你再往后看，你后面的人更多，真的。那么你假设你一家人里面你是走在最前面的，你就是这一家的希望。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像你这么学习佛法，对不对？没有你这么好要学习佛法，懂得明这么多。你的子女、你的亲戚朋友、你的兄弟姐妹，通常都没有很多个，但是有些人就是一家就那个是共同行同愿的，那么你就是拯救他们的唯一希望。你越好，他们得救的几率就越高。那你是就好像这个村庄都很穷，没有一个人认识字，你是唯一认识字的人，那么你就是啊，这个本身就你就负担着这一拯救这些人的希望，它其实在你身上，因为你跟他们最有缘，你最有能力帮助他们。那现在你说你不行，那就表示说他们以后没得救了，不是啊，真的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，真的。
有时候我后来我发现学佛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相信自己，然后不相信佛法，然后相信自己要了解自己，相信佛法要学习佛法，要了解佛法，这个是最大的关键。你一旦真正的发现到自己其实能够做到的，而且能够学习佛法，那么其实是难中之难。无量寿星也这样讲，这难中之难啊，你已经走了多少路，克服了多少困难，冲破了多少障碍，跨越了多少局限，你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不简单啊，你不要以为自己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想要走到你这个地步走不到。那你说你没力量，你读到大学毕业，你说我没有，我不认识字，那些真没有读的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轻视自己，不要自我局限，不要妄自菲薄。第一个就是要肯定自己。那么如果自己遇到境界比较没力量的时候，要自己勉励自己，自己鼓励自己，不需要人家鼓励，自己鼓励自己。想一想今天我讲的话啊，以前我也是很自卑的，老实说，后来我都是从佛法中自己肯定自己，然后不是肯定而已，要努力去学习，从学习中肯定，从肯定中努力学习。不然我只读到国中毕业而已，但是我为什么懂这么多？我不断看书，不断学习啊。从因为你没有肯定自己，你就会放弃自己，你会放弃自己，永不放弃自己。那么从永不放弃自己，你知道你就可以提升自己。当你自己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我以前也是这样，你又永不放弃众生。地藏菩萨也是这样，因为人都有脆弱的时候，人都有迷茫的时候，人都有这个思念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帮助他跨过这难坎。那么我们是自己有能力自己就走出来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自己走出来，那我们就做那一种帮人家走出来的那一类。地藏菩萨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就是读地藏经最大的意义。从地藏菩萨的那个精神跟他的行为里面体会到，那我们要怎么做。他不断都告诉你，不断告诉你他是怎么修行成就的，那我们要怎么学。经都是告诉你修行的理论跟方法，修行的宗旨跟方法，宗旨跟理论，修行的次第跟方法，最后才告诉你这样修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殊胜跟功德，其实是这样的。那我们读地藏经就是要读出这些东西下来，后面就会有讲他到底是怎么帮助众生的，前面都讲他的因缘而已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所以他这里讲，他说你的母亲啊，升天以来已经三天了，升天了。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地狱直接升天的？有的，但是不多了，老实讲不多了啊。那么云尘是因为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，布施觉罚定自在王如来塔寺。好，我们来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啊？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会让我们误会。啊，我们会觉得啊，那我只要我子女帮我做，那么我就算我在地狱我也可以出来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太简单了。啊，我死之后写多一点，或是有我只要生了多生几个，其中有一个孝顺的，我就不怕堕地狱了。啊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不可能。那你要知道，我们先来讲这个。他说，因为他为什么升天呢？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子女啊，为他的母亲供养。啊，设供修，供养觉华定自在如来，然后修种种的福报，那么布施觉华定自在往如来的塔寺，这个已经涅槃的佛已经涅槃啊，那他有舍利，然后供养他的塔寺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有没有可能啊？我们一样啊，这释迦佛入涅槃了，我们去供养释迦牟尼的寺院，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母亲就超度？即使不管在哪一道都可以得度，有没有可能？那这种要看，它不是完全不可能啊。那么如果可能，那是为什么？那跟业报理则合乎吗？合乎我们的业报原则吗？它基本上业是自作自受。那我们刚才讲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改变，他基本上就是随众随喜跟随念。那么如果他在地狱里面，他要改变的机会不多，
除非他跟他的因缘很深，因缘很深，非常深。那这种深就是心心念念彼此因缘非常深。那么这个时候跟他因缘最深的那个人，他就有机会啊，就是百万分之一也是有啊，有那个机会改变他，因为他可以感应到他的心会随着他改变。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曾子仁孝顺嘛，他的母亲也很对他的儿子很依赖，他的这个曾子仁孝顺他的母亲，有人来拜访他找不到人，他就摇手指头，对不对？他痛的时候曾子就跟着痛啊，就知道他一痛就知道啊，一定是我的母亲有事，就赶快跑回来啊，类似像这样那种信念。那如果你的儿女跟你没那么亲啊，你咬痛咬惯了他都不知道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这是因缘的关系哦，真的啊，就会有这种问题存在。那即使那么好，那即使他在不同的时空，一个在地狱，一个在人间，他也有可能有这种力量。但是要他经过他改变他，就是他要生善念，那么就引发他生善念。但是即使几率很少，他还是有几率的。那他说这里是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，布施觉华定自在往如来塔寺。那么这个是鼓励后来的人升起孝顺心，因为不管有没有改变，不管你能不能改变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但是你想要利益母亲这个心是决定的，是不是？就好像啊，这个大毗婆沙也有说到，这个我们这个眷属往生之后，那我们跟他拜饭，那么他到底吃到吃不到？有可能知道，有可能不知道。为他供养，为他供养，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收到福报？但是先不管他收得到收不到，先不管他吃得到吃不到，但是你这种心就是孝顺心。你因为不管他吃不到，你怕万一他吃得到没得吃，所以你给他吃嘛。这是让你生一个孝顺心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但是你这个孝顺心是升起来。有没有？至少你有一个孝顺的心，就是让你先培养这个孝顺的心啊，让升起这个善心。那你先有这个善心，那你意念你母亲的心，希望你母亲变好的心，这个心先保持着，先有这个心再说，那再把这个心扩大变成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。其实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先利益你母亲，因为现在众生那么多苦，怎么救你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知道怎么救啊，那可不可以救你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能不能救，你有没有能力救，救得了救不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你这个要救他的心坚不坚定，有没有，那个是最先要有，是不是？只是啊，就是这样 啊，所以先告诉你啊，就是其实他就是告诉你，你要有这样的心，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。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我皆令入于涅槃而灭度之。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，从你的母亲扩大到一切众生。所以他就说嘛，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，那么因是无间罪人，其此日悉得受乐，具同生气。其实没有那么厉害说，说啊，你救你的母亲，其他的人也因为你的母亲一起得救。啊，又不是每个人都绑一条绳子绑在一起，你把你母亲拉起来，全部人都拉起来，啊，不是这样。但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菩提心，就是从要救你的母亲开始，扩大到一切同样受这种苦的众生，你都要拯救。你不是只救你的母亲啊，但是要先从你救你的母亲开始发心啊，啊，因为他是跟你最有因缘的人，啊，那你最能得救的人，那其他的人呢也有因缘。但是没有因缘的，你要创造因缘，那其实就是这样。那你的心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，那并不是说哦，那这个这样太好了，这样讲起来，如果是这样，月地利因为他的女儿婆罗门女把他救出来之后，其他的所有的人跟他在无间地狱受苦的人，他没有子女没关系啊，只要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哦有一个孝顺的人，这整间地狱都得救了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啊，啊，那这样就太好了。那摩耶夫人下地狱，那地狱就没有了，因为摩耶夫人佛陀会救他嘛。那摩耶夫人出来，大家都全部出来了。那摩耶夫人下地狱不是最好？那不可能是这样。
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就说这个是菩提心，你先发要救母亲的心，因为菩提心是怎么发的？从穷要利益母亲开始发起，啊，然后扩大七周原始，扩大到一切轮回的众生。然后他这里是从无间地狱最苦，母亲你最想救，然后他最苦，就好像你母亲感冒啊，没那么严重，下大雨不要去，等一下再去。你母亲如果心脏病发，那有没有下地有没有地震没关系，先去开再说，因为紧急嘛，地狱是最苦的，所以紧急要赶快救。那种救度的心很深切，救度的愿非常的坚固不退。那么先坚固这种心，然后扩大到一切受苦的众生，不只是救你母亲，这是平等心，这是大悲心。大悲没有拣择，啊，你说那我只救我母亲，其实不是，那也不太可能说哦，那这个婆罗门女啊，那么因为她孝顺就可以把她的母亲从地狱拉出来，不是。第一个，这个不符合业报原则。那她为什么这么爽？我就说她这个叫做劝发菩提心，你先要有这个心，那么她有机会得救。就算救不出来，因为你这个心，你现在发这个心，未来就跟他结更深的因缘，他未来更能依你得救。就好像你这一念临终最后这一念十念，就算没有能改变你的业报，但是你受完报之后，他就是决定性，其实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他这里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啊，那么因是无间罪人，所有在无间地狱的所有一切，那么此日悉得受乐。那么今天因为菩萨发这个心，那么所有在无间地狱，他要救无间地狱的人，那么这些在无间地狱的人基本上就跟这个菩萨有缘，他就是他以后可以离苦得乐的开始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也是这样。那你说要是说照经文来讲，哎呀，这个婆罗门女那么孝顺，把她的母亲救出来，所有在无间地狱同样跟她受苦的人全部救出来啊，那这样更不符合业报原则啊。他也没有要救，他跟他们有因缘，他们也一起救出来。佛法没有这么说的，就算如果是可以的话，佛陀也可以啊，那么多菩萨啊，那么多阿罗汉啊，那么每一个人在一个地狱就好，有多少地狱 啊也没有那么多啊，地狱都没有阿罗汉的多，阿罗汉有几万个人，那所以你看这几百，那一个人就无间地狱，只要一个人就好了啊，那救一个人，一个人全部把他救出来，不可能。大家都是依业受报，但是他未来能不能得度，跟你有没有要度脱他的心有关系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你发这个心，那么努力让那一些没有善根的人种下善根，有善根的人成熟善根，善根成熟的人就依你得度。佛陀要入涅槃也是这么说啊，我已经佛陀要入涅槃之前，他也是发菩萨愿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那还有众生还没度啊，你怎么就入涅槃了呢？你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。地藏菩萨还发这个愿，其实不是地藏菩萨发这个愿，所有的菩萨都发这个愿。那么，但是度众生不是说我要度他就度他，但他要有善根啊，善根要成熟啊。那没有成熟他不能得度啊，所以善根成熟的我让他得度，善根不成熟的呢我让他成熟，那没有善根的呢让他种下善根，就这样。那么从这个基础来看，那么现在一切的众生都因你得度了，只是现在跟未来而已，你跟他种下因啊，他在弥勒佛时代得度，但是他在释迦佛时代种下善根的，他才能在弥勒佛时代得度啊，不是吗？释迦佛在燃灯佛时代受记的，他才能够在这个世界成佛啊，不是吗？一样的道理啊。那你说到底是，那你说到底是燃灯佛还是迦摄佛啊？他来到迦摄佛啊，然后再到释迦佛，然后他到底是谁得度的？那一样的道理啊。那我们也是这样。那你做菩萨就是先要发这个菩提心。那所以啊，那如果你从这个文看起来，就好像是说哇，那个婆罗门女啊，把他的母亲救出无间地狱了啊！结果啊，那么所有无间地狱的人，他的母亲因他的女儿得度，其他的人因他的母亲得度，啊，好像是这样啊，不是？
所有的人得度都是因为菩萨的愿力，菩萨的菩提心啊。那么因为他的缘在哪些？在所有受苦的人身上，因为他的缘要度脱一切有苦的人，受无间地狱，就是一切受苦的人，他的缘在帮助一切无间地狱受苦的人，所以他的愿就在这一些人离开无间地狱之后才圆满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是要度脱这无间地狱的一切，所以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，这些无间地狱的人就有得度脱的时候。那么得度脱不一定在无间地狱，他从无间地狱出来，因为他在受无间地狱苦的时候，他曾经要利益他，所以这个因缘很容易让他们相聚在一起。那么未来他从无间地狱出来的时候，很容易遇见他，因为他在受无间地狱苦的时候，这个人曾发愿要帮助过他。我举个例子啊，那么比如说这个有一个人啊，那么因为犯下这个重罪，那么被游街示众，然后要他去砍。以前犯那个杀人罪的或偷盗罪的比较重的，都是游街示众，他绑着，然后经过那个市街，然后拖到哪里斩头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啊，那么也是这样啊，可能是抢了人家的，然后会杀了人家的东西，年轻，然后就游街示众。那么很多人都在旁边看，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年纪还好的，年轻力壮，不学好啊，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啊，那么报应啊，就一直骂他，这应该下地狱，怎么怎么样。另外一个人不是这样想，另外一个人说，哎呀，这么年轻啊，那这么可惜，如果他能够学好应该是很好啊，希望他以后啊能够学到经验啊，那么就是替他感到惋惜，感到可惜。结果这个人死了之后啊，然后再来做人啊，那或是说他以后再来做人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因缘，因为这个人跟他本这两个人跟他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，但是因为在他死之前，一个咒骂他，一个可怜他啊，就生慈心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人啊遇到不好的因缘啊，走这条路啊，怎样怎样，就非常的怜悯他啊，一个是非常的咒骂他。好，那等到这个人死了再来，这三个人很容易遇见在一起啊，那个以前那个年轻人现在变成一个在卖水果的，卖柳丁的啊，然后那两个人就变成来买菜的啊，然后他就问他说，哎，你这个柳丁甜不甜？他看见他很习惯的，自然就饿了。他说，你这个柳丁甜不甜？那你说他是酸的还是甜的？然后他也不理他，然后他看他这个多少钱？他说15块。说那么贵，爱买不买啊？15块还嫌贵啊？他就这么脾气不好，我跟他讲啊，那他走了没多久，他当然不要买啊啊，跟你买的水果好像欠你几百万一样啊，他就走了。但后面那一个又马上来买，就跟他讲，哎，老板这个看到他看到他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保证甜，我告诉你这种比较甜。他在旁边还没走掉，他看到这个你怎么跟我态度不一样，然后就跟他讲，这个多少钱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买哦，这本来15块，算你10块就好。那个人一听心里面按捺不住了，他就讲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差那么多？我的新台他的，我是付新台币，他是付美金吗？怎么差那么多？那后来他心里面很不甘愿啊，然后后来他好像去一个寺院问一个老和尚，那就跟他讲啊，那过去这段姻缘，因为即使你要死之前你咒骂他，他都成为一种缘，那这种缘就是缘起要生了，而且他要死之前他听到的。如果他平常没有他听到的话，他是一笑置之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要死之前，他那个心是特别敏感的，他那个心是特别敏感，咒骂他的人、怜悯他的人，他都记忆深刻啊。因为临死之前，他记忆的就是这些啊，是不是？他记忆非常深刻，所以那个记忆很深啊。那么他再来的时候，这个缘很容易让，因为他很恨他，他很怜悯他，他听到了。啊，那么他记得很深刻，这三个人就形成一个因缘。那当然，这个力量也是强，就会遇到啊。那你说，如果是父母、子女，或是你曾经在这个人受苦的时候，你发作这个愿，哎呀，你受这么多苦，是所以他讲是众生，非众生救，是烦恼救啊，不是众生的问题啊，是众生有烦恼的问题啊，是因为他有烦恼啊，众生没有一个恶的，是因为烦恼让他变恶的，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让众生。造恶的时候怎么样减少烦恼，或是预防让他不起烦恼不造恶，
那所以众生可怜啊，众生不可恶啊，可恶的是烦恼啊，众生可怜啊，所以要帮助这些人。当你起这个愿的时候，那么你的愿力是在这些人身上啊，所以当你有这个愿力要度脱这一些人的时候，那么这一些受苦的人就跟你有缘，他们未来会可能会因你而得度啊，所以他才会这么说啊，今日悉得受乐啊，其实是从未来因讲，那今日是受乐的开始，就是离苦的开始啊，啊，就是他离苦的因缘就从菩萨今日发愿要度脱苦难众生，众生现在受苦的人离苦得乐的开始，就是有一个菩萨发愿要度脱这些苦难的众生。举个例来讲，现在很多人生病，没有人可以治得这条病，有一个人发起我一定要研究出药方帮这些人治病，所以这些现在还没有药可医的人，以后有药可吃可以不受病，就是这个人开始发愿要研究出一种让这些人不再受苦的药，从这一天开始，不是吗？是啊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看来看这个，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么厉害啊，那这样业报理论就没有了，自受业自受报就没有了啊，甚至他只要救他母亲跟他一起的也一代一并得救了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这个是从发菩提心坚固菩提愿开始说的。好，那么鬼王言毕，那么合掌而退啊，就这个鬼王跟这个婆罗门女说完了之后啊，那么就告退了。婆罗门女寻如梦归啊，回去之后啊，那个好像就是好像做梦一样就回去了。悟此事矣啊，知道这个事之后啊，那么这个便于觉华定自在往如来塔像之前，你看立弘誓愿，又开始立愿了。那基本上就是他这个动机，让他要让所有众生离苦的这个心，他坚定，要坚定。愿就是什么？愿就是你要让众生离苦的心坚定不退，叫做愿，叫做愿。所以要发愿啊，要立一个坚定的愿。那我们的心整体都是会退的，进进退退，进进退，有时候想要，有时候想不要。发了愿就是决定，我决定要这样做，不管如何我都要这样做。像玄奘大师要去西天取经一样啊，他也是经历很多的困难啊。有一次走到沙漠，身边唯一的水又倒掉了，不小心又打翻了。没有水决定过不了沙漠，有水都不一定过得了沙漠，何况没有水。他就想一想，我是不是要先回去拿水，想一想不要，我一定要坚定往西，一回去就回不来了啊！我宁愿死在往西的路上，我都不愿意活在往东的路上，宁向西天一步死，不向东土一步生。这个就是坚定的愿啊。那么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会遇见很多挫折，不是你帮助别人别人就会感恩你，不是的。那么你常常会因为这样以后不再做好事，以后不再做好人，以后不再做菩萨，真的会这样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坚定你的愿，因为你发过要度脱那些人，那些受苦的人一直都会有受苦的人，都是因为有一个菩萨，很多人会得度。那现在这一个菩萨要退心了，那么很多人就不能得度了。那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本身不能成就了。那所以那种愿啊，其实菩萨愿不容易。所以大智度论有讲，发菩提愿的像鱼卵那么多，一条鱼有时候几十万颗卵啊，长成鱼的不多，都很种种因缘不见了。所以他要你坚定，你一定要坚定你的菩提愿。世间太苦了啊，我还是先往生净土啊。世间太苦了，我还是先顾好自己啊，都会这样啊。甚至后来觉得自己啊没有能力了啊，做不了了，承担不了了，负荷不了了啊，放弃了。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那让给别人去度啊啊，那就变成这样了啊。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让别人去成啊，那我自己啊，我自己顾好就好了。很多就会这样，行菩萨道其实不容易。就我的过程里面，我也觉得行菩萨道非常不容易。但是你要坚定你的誓愿，所以他才会有一个一个的菩萨典范，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啊、普贤菩萨啊、文殊菩萨，一个一个的典范。你看他们都是有，就是那个非常坚定的誓愿，就是要往这边走，要利益众生啊。那么，所以他就开始
发宏誓愿，愿我尽未来体，啊，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不是昨天，啊，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不是今年，不是明年，啊，就是未来，未来解，啊，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，啊，应有罪苦众生，重点都在这里了，重点他叫你发愿，那发愿的前提是因为你如果有菩萨，有这样的菩萨，才有那样罪苦的众生可以得度。那么这个罪苦的众生，有些曾经就是你过去生的父母，也就是这样，他的原意就是这样。那你不知道，你就觉得哦，我这个像结果定住在王如来一样，然后我就可以救度一切地狱的众生。没有，你没有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要先发这个愿啊，有这个愿。好，那么应有罪苦的众生，广设方便，你看那种种的方便。应以何身得度？即现何身。应以何法得度？即说何法。啊，即是这样，循循善诱。那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那么没有谴责的。那么只要他受苦，我就帮他。啊，那使令解脱。其实这个就是菩提心。所有的大圣经典，最主要的就是先从发菩提心，发心修行正果。这个五乘佛法都是这样，发心修行正果。那么人天乘发真上身心，修五戒十善，得人天果报。那么这个声闻乘发出离心，出离三界的心，修三学八正道，戒定慧八正道，修八正道，出这个得阿罗汉，啊，得四双八倍。菩萨发菩提心，那不是出离心而已，发菩提心。要救度一切众生的心，修六度四摄，然后六度四摄重点都在怎么利益众生，自己有能力，然后再把这种能力来帮助别人。回向就是我现在念经，我现在念佛，我现在持戒，我会增长我的能力，戒定慧的能力，我会增长这种能力。那么等到我有能力具体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用我的能力来帮助一切需要的人。这个叫回向，啊，回向不是说，哦，我现在诵经有功德，我把功德送给谁，送给谁，没有。回向的意思是，我透过诵经、念佛、持戒、拜忏，那么我有戒、有定、有慧，我知道怎么修戒、怎么修定、怎么修慧，那么我得到戒定慧的能力，我增长我的智慧，我增长我的慈悲，我增长我的能力，那么。我当我能力，尤其是慈悲跟智慧的能力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来帮助众生，运用我的能力，让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可以离苦得乐，这个叫回向。那让自己的能力，让自己的能力可以用来帮助一切的人，这个叫做回向，把我的力量施展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，让我的力量可以让别人站起来，让我的智慧。啊，让别人可以有光明、有希望，那这个叫做回向，运用自己本身的力量来帮助没有力量的人，运用自己的智慧引导迷茫的人。那这个是后来我们回向的用意。那但是后来的人回向就变成啊，我只要诵经我就有功德，那么这些功德就我要送给谁，送给谁。没有，不是这样。那就是说我们后来都婆罗门化，认为诵经就有功德。诵经最大的功德就是你知道怎么修行。那你还没有，就像你看食谱一样啊，你看食谱你就有营养吗？没有，你都还没去买菜，还没去炒，炒完了没有吃，你那的营养哦，这个有什么营养，有什么营养哦？你读完了，你就都具足营养了。没有，不是这样。经也是这样，他告诉你道理，告诉你方法，告诉你这样做的目的，以及这样做之后会得到什么效果，叫做功德。那你真的去这样做，你就这样得到。他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水，这个是什么水，你喝了这杯水会怎么样，喝了这杯水会怎么样，啊，你会辨别，先辨别。那你喝了，啊，那你喝了这杯水，你就可以解渴，啊，那你真的要去喝，你真的要去拿水。那如果没有，啊，你当念完之后你就解渴吗？没有吗？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很大的盲点，都错误。好，现在往底下看，
所以啊，他说广设方便，使命解脱。佛就跟文殊师利说，啊，这个时候鬼王无毒者，当今财首菩萨是。那么这个财首菩萨啊，我们说这个地藏经其实跟华严经有一些关系，所以它里面有一些经文哦，其实跟这个华严经有一些相信，但是它里面所谓天道概念。又跟人言经讲的一样啊，也不这么讲啊，就天道广无天这种啊，没有这么讲啊，只有他又跟人言经讲的一样啊，所以他应该是有初期大圣的，然后他也是有后期大圣的这个思想在里面。好，那这个财首菩萨是华严经里面的有一尊菩萨叫财首菩萨，那这个财首菩萨是莲花色世界中的菩萨。好，那婆罗门尼者就是地藏菩萨。后期的大圣经典，什么鬼王什么鬼王都是菩萨示现的。那么初期的大圣经典，鬼道的众生讲的不多，都是魔啦、犯啦，这些都是菩萨示现啊。过去生曾经做过菩萨，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释迦佛也做过种种的天王啊，他做过倒立天主，做过梵天王，做过什么天王啊，所以后来就会，那因为这个都是菩萨的历程，后来就会说是。啊，这个很多的其实很多的天人，其实天王啊都是菩萨示现。那后来又说很多的鬼王都是菩，这比像地藏经这一种啊，的很多的鬼王其实也都是菩萨示现。啊，但是说鬼道众生是菩萨示现的比较少，那么天人是菩萨示现的比较多。那后来像密教啊，那么核心的部分都是这些阿修罗、罗刹啊，这些鬼王啊，都变成这些了。那我们往底下看啊，现在就改成分身集会品啊。说这个时候，百千万亿啊，这个都是数哦，百千万亿啊，那十万是一亿嘛，一亿是十万啊，就是啊，十个百是一千，十个千是一万，十个万是一亿啊。那我们现在的亿是万万啊，如果照这个佛法佛经里面来说的，那有很多种说法啊，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万万都叫做亿啊，不同啊。但是一般早期的意思都是十倍化啊，百千万亿，其实十倍十倍的。然后底下的就是啊，这个是最初的啊，十百千万亿。然后后面的是十大数里面的不可思不可议，不可思。印度有大概有120几的数，那、啊。这个是十大数，第一个大数是阿僧祇啊，就是这里讲的阿僧祇啊，不可思不可议，不可思是第六大数，不可疑是第七大数，叫做不可称，然后不可量是第八，不可说是第九，不可说不可说是第十。那第一个是阿僧祇，第二个是无量，第三个是无边，第四个是无等，第五个是不可数啊，基本上就是十个大数，然后他把它放在一起。那就是从阿僧祇无量，然后中间空了这个三四五，然后又从不可思不可称不可量啊，那个不可说，这个是六七八九后面的十个大数，最后一个叫做不可说不可说啊，不可说不可说翻不可说的翻倍。好，那么其实就是形容，这纯粹只是形容词，把所有最多的数放在一起形容，非常非常多了。所有地狱处，你看所有地狱处的分身地藏菩萨，这里讲到分身。那么分身有两种观念，一个就是像观音菩萨啊，三十二，它其实不是三十二，是千处，千一千就是无量的化身，那么可以化身成种种的啊，那么因你男的就化身男的，因你女的就化身女的。唐朝以前观音菩萨基本上是有胡子的，到宋朝观音菩萨就变成种，后来就很多种啊，有那个拜子观音的啦，有那个什么一大堆非常观奇龙观音啊，非常的多。那么就是大部分来讲，菩萨本身有所谓的示现的能力，示现分身示现就是神通里面有一种就是可以分身，分身就是一变多，有这个，那么变成不同了，变成一条龙啊，像这个木建连也可以，他不是分身，他是
它是可以变化，叫做变化身，叫做变化身。化身是变化身的意思。那变化身神通也可以有变化身，变成男的，变成像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得神通的时候，他变成一个小孩子啊，在阿者四王的这个腿上啊，在那边跟他拥抱，他也可以变化，有神通就可以变化啊。那像神通不是神通，只要有禅定就可以有，道家也有啊，外道也有啊。那像那个八仙啊，那吕洞宾那种都可以变化，变成一条什么一条虫一条龙啊，都可以变，变男的变女的啊。因为这个形体它是掌握的那一种啊。那一种变化的技巧，所以它是可以变化的，这个是变化身，这个是一种。那也可以变多，变多，同时变成多啊，像有点像孙悟空啊，那一根毫毛变出了非常多。它其实你有神通是可以一变为多，多变为一，然后被变男变女，变成其他的物种，甚至可以变成一块石头都可以。那这个是变化身的其中一种。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变化身，不是指这个，是指啊，这个你学习地藏菩萨，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变化身，就是你变得跟他一样，啊，你差不多跟他一样，但是你之所以你就好像你的化身，就是一他怎么不管怎么变，都是由这个主要的人变的。那么他地藏菩萨这样做，那么多人跟他学，都是因为他嘛，啊，其实是类似像这种观念。所以就变成你类似像他的化身变化身，你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你受到他的感召，你要跟他学习，所以你跟他一样啊，你跟他学习啊，那所以你看起来你的化身类似像这样。好，那这里的化身其实就是指啊，那么受地藏菩萨影响的跟地藏菩萨学习的，其实就是地藏的分身了。分身跟我们那个比如说妈祖的分身啊，大骂二骂那种不一样，那个分身跟这个分身不一样，这个是菩萨道里面，你跟观音菩萨学，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分身，你跟地藏菩萨学，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啊，你跟释迦牟尼佛学，你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，其实是这样。那么这里讲到啊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，那为什么地狱处有分身地藏？这些人都跟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的愿是什么？那度脱最苦的众生，最苦的众生在哪里？在地狱。所以他们会非常关注这些，所以都发这个愿的这个人，这些地藏这些人，因地藏菩萨而发要度脱一切最苦众生，无量劫度脱一切最苦众生的这一些人，都来到道立天。以如来神力故，各以方面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，亦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。那么就是，那么除了这一些分身地藏，那么还有啊，那么得解脱的啊，从业道出得解脱的，就是这一些圣者，那么也非常的多，那么千万亿那由他数。那么那由他也是一种数目啊，叫做无数，就是无数可数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好，供持香花来供养，那么这些都是菩萨或是声闻，那么都还没圆满。那么他们怎么样才能成佛圆满呢？就是要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就是要利益众生，就是要度脱苦难众生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么比诸同来同辈，比诸同来等辈，皆因地藏菩萨。你看，这里不就是讲啊，这些分身地藏，为什么叫做分身地藏？都是因为地藏菩萨教化，有没有？发菩提心的，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看，这里就讲出来，就是什么叫做分身地藏？就是你是受地藏菩萨的影响，跟地藏菩萨同愿同行，发同样的愿，受他影响。受他一分两分三分的影响，那么跟他同愿，同样发这个愿，那么同样做这种事，行这种菩萨道，所以皆因你看比诸同来等辈，他并不是那一种啊，地藏菩萨分成一千尊啊，不是，当然他也可以，但不是这种分，不是这种化身，而是
所有受地藏菩萨影响的人。那你天天诵地藏经，你当然知道地藏菩萨怎么修行。当然有一些人即使诵了地藏经也不知道地藏菩萨怎么修行，那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的人，他只是觉得诵了几部地藏经，地藏诵越多，地藏菩萨就保佑他越多。那这样当然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理解地藏菩萨到底是怎么修行的，因为地藏菩萨怎么修行没关系，地藏菩萨他一定是很有修行嘛。但地藏菩萨什么时候要救我，怎么救我，那个才是我关心的，我管地藏菩萨怎么修行，不是这样。就这样你就读地藏经读到啊，读到墙壁去了啊，那这个其实就读到后边去了啊，你不晓得啊，就是你背道而驰，你不晓得地藏菩萨是怎么修行。你读地藏经第一个要明白地藏菩萨到底发什么愿，怎么修行。你读普门品你要知道观音菩萨到底发了什么愿，怎么修行。这个叫做同愿同行，同行同愿啊。那么你当你跟他同行同愿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分身，你就是他的化身。那等到你完全跟地藏菩萨一样的时候，你就是地藏菩萨，你就是观音菩萨啊。你学习佛法也是这样啊，等到你成就的时候，你就是佛，你不再是佛弟子，你就是佛。那每一尊佛都同等，都圆满了嘛啊，气势一样啊。所以他叫什么地藏，他叫什么地藏，他叫什么观音，他叫什么观音，他叫什么佛，他叫什么佛，只有这种差别而已啊。那都是佛，都是菩萨，都是地藏，都是观音啊，气势这样子。所以你看他这里就讲啊，这化身其实就是，化身其实就是同行同愿的，皆因地藏菩萨教化，受到地藏菩萨的影响，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一样啊，我会受苦是因为你帮忙，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需要，很多人像我一样受苦，也很多人需要人家帮忙，所以我既然是这样，这个叫做善的循环。我因为你离苦，所以等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也学习帮助我离苦的人，让其他的人离苦。你就是这样，佛法一直是善的循环，而不只是我一直在等待有能力的人帮我离苦，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学习，就算你在最苦的时候，你说我都没有能力，我没有钱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智慧，没有。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就像我说，那时候我在建立弘法。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别人？那你建立不是彼此受苦的人吗？那么如果那些人烦恼重一点，你就安慰他；那些人要造恶业，你就劝一下下他。那你在牢房里面也会见到老鼠、蟑螂，那一些比你更可怜了。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想说啊，我已经很苦了，他比我还苦。那这个时候你不要伤害他。哎，你还是可以帮助人啊，你还是可以行地藏愿啊，是不是？你总会看见比你更苦的人。不一定是人，更苦的众生。你想想那些鬼道的众生，那些畜生道的众生，你看得到的那些蟑螂老鼠，哎呀，他比你更可怜。他要吃一顿饭要冒着生命危险，对不对啊？那今天去了不一定回得来的啊。那你关在监狱里面，他们关的监狱是更深层的监狱啊。那死了一次又一次，死了又一次又一次。那你想一想，你有他的苦吗？也没有啊。你现在还可以帮助他。那就算你躺在医院里面了，你躺在医院里面你都不能动了，师父啊，有些人就问了，师父，那像我这样，那我还能做菩萨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你不是会遇见医生跟护士吗？你旁边不是也有躺着很病的人吗？当你这么病，你还能够不为病所苦，你还能够说说笑笑，你就感染那些人，你就影响那些，哎呀，那个人病比我还严重，想不到他还能够这样乐观的看待人生，他会不会受你影响？会啊。你有没有说法？你就在说法。你虽然都没有讲一句话，但是你的行为你就影响到他，对不对？他也会不会因为你升起希望？会啊，一样啊。你在任何时候，就算你躺在那里受苦的时候，你想这一面都是一样跟我一样受苦的人，有的比我还苦啊。那像你是脚断得很痛苦，那个手脚都断了，他也躺在你旁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来了，你妈妈还对你很好，其他的妈妈还骂他，你就知道哦，男人原来你已经觉得你是世界上最苦的了。没有，即使在这个时候你都可以行菩萨道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菩提愿。即使在这个时候你以为你没有能力了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你做不了什么事呢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一样可以。
真的，就算你在监狱里面，你在病房里面，其实都可以。啊，就算好说，你说你都不能动啊，你只有意识能够动，也没有人知道你做什么。这个时候你都可以观想，观想一切像我一样受苦的人都不用再死，因为我深深体会这种苦。有这种苦的人都不要再受这种苦，希望以后我有能力，我第一个我让已经受苦的人可以减少苦，那没有受苦的人不再受苦，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受这种苦。那为什么会受这种苦？为什么你很小小想，为什么别人会受这种苦，你会受这种苦？因为别人，为什么有业？因为有烦恼。所以你要发愿，你要发愿，让那一些因烦恼要造作恶业的人，后面地藏菩萨就讲这个啊，不知道在第几页，他就讲这个啊。那么不要去，就讲这个道理哦，你不要再去造这种啊，那么起这种烦恼造这种业啊。比如说啊，后面有讲到啊，这个百千亿方便而为教化。你看他这里讲到受他的教化，我看他在哪里，在第，我们这个书是在第几页啊？阎浮众生业感品，我们看一下，在第众生业感品，在第四，在第四哦，在好，在七十八页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八页啊，七十八页这个经文啊，有没有？他说：“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，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啊。”然后这里就说到啊，这些化身都是受到地藏菩萨教化而来的，同行同愿的。那要怎么样教化呢？因为你如果要不造，让这一些，你不是说哦他在受苦，我要让他离苦他就离苦，没有，他要没有那个业，他才不受那个苦；他要没有那个烦恼，他才不受那个不造那个业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有正见。那么在起烦恼的时候，可以调伏烦恼，可以控制烦恼，啊，最好是不要起烦恼，但是不太可能。所以在他起烦恼的时候，他可以调伏烦恼，可以控制烦恼，要教他。所以你看他这里讲，啊，有什么方便教化呢？啊，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，说速殃短命报；若遇窃盗者，说贫穷苦主报；若遇邪淫者，说鸳鸯割雀报；若遇恶口所说眷属斗争报。你看就反正就讲这个了。好，那么前面也有一段讲这个地藏菩萨啊，那么怎么样帮助这些人啊，那么脱离这些苦难，基本上就是你要先给他一个正见啊。所以佛陀是导师教化我们一样，那么我们受教化之后知道怎么样才不会受苦，我们也这样去教化别人，那这个就是同行同愿。好，我们再翻回来啊，再来看啊，看这个经典。好，所以他这里也讲啊，你看哦，你看他说后面这边就讲立根顿根的这些。好，那么他说这个多因地藏菩萨的教化，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菩提心。所以你看他前面教你怎么发菩提心，用那个婆罗门女救他母亲，然后他母亲全部脱这些无间地狱人全部脱出地狱，那其实是教你你的愿要帮助在受苦的人，而且不是一个人，不管跟你有缘无缘，你都希望他们能够得解脱，不要再受这种苦啊，这个是愿啊。那么然后你要兼顾这个愿啊，所以你要兼顾这个愿啊，所以这里就是愿不退转于。那么有很多人都是跟你一样啊，也是这样学习，那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不可啊，其实你是可以的。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，六道受苦暂无休息，就长夜轮回嘛啊。那么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故，这些人本来都是在轮回的，本来都是在死的，但是因为地藏菩萨的影响，地藏菩萨的教化，地藏菩萨的护念，地藏菩萨的嘱咐，金刚经讲啊，佛善念诸菩萨，善护嘱诸菩萨啊，一样啊，你发了心你就是菩萨啊。那么深誓愿故，各获果证，后来都成就，愿为开始，后都可以成就。那大家要一定要都要发这个愿，那么就一定可以成就。所以菩萨为什么都要发四弘誓愿？你说那个我做不到，不是叫你现在就要做到，但是那个是设定目标。那成佛我也做不到啊，现在做不到，但以后不是做不到。你叫猫做人的时候，它也做不到啊。
但是他后来也可能做到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时候你回去啊，如果你们家有猫养狗，偶尔要跟他讲啊，那么要发愿做人，不要再堕畜生道。那如果没有跟他讲，他有可能说，我下辈子还要做你的猫，啊、他会这样想哦，真的我不会骗你，就好像我们讲啊，我下辈子做你的女儿，我下辈子做，他还要再轮回的，他根本没有这种观念，因为他人是有那种习惯性。那你要跟你的猫讲，哎呀，那么今天这辈子虽然做猫啊，那只是一时的业力造成的，我相信啊，那你可以来跟做我家的猫，我你是学佛的人嘛，那么你过去一定有佛法的因缘啊，有善根的。你希望你这一辈子受报之后，你家的猫狗的往猫跟狗往生哦，你不要悲伤，你要祝愿他，他舍离这个畜生报，你还悲伤？那你试一试，他下辈子再来做猫做狗，对不对？你千万不要悲伤哦，真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那猫狗好像死了儿子一样啊，对，你要欢喜，不是欢喜他死，而是祝愿，这是一种祝愿的心哦。那么啊，这个祝愿他。可以离苦得乐，就是说你要这个心，你好不容易你受了这个果报，你好不容易脱离了这个畜生报，你现在要发善愿，升到正见之间，学习佛法，学习佛法，皈依三宝，学习佛法，你这样才可以，这样才真善。你不要因为他离开了你伤心，不要，你要因为他脱离畜生道的果报，你要欢喜。那你要给他一个信心，因为你欢喜他感受得到，如果你很爱他，他也很怜悯的话，如果没有啊，那么他也很伤心。那他的观念里面就是，哎呀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下辈子还要做你家的猫，这样不好啊，这个猫怎么跟我前上那个死去的猫那么像，你不要欢喜，他又来成为我家的猫，他又错畜生道，有什么好欢喜？你要让他做的，要鼓励他啊，如果因为你常常影响他，其实你是在影响他。其实要这样，那你看哦，啊，那他这里讲，久远劫来流浪生死，六道受暂无休息，以地藏菩萨的广大慈悲深思愿故，各获果证，啊，那么这些人都是受地藏菩萨的影响，现在有一些成就，那我们都是受佛法的影响，也有一些成就啊。不管如何，不管如何，我们在佛法中至少都会有得到一些殊胜功德。那么也许现在就受用，也许未来会受用。那基本上至少你在这个佛法的正见上有建立，在因果业报上，就算你不会完全没有烦恼，完全不造恶业，但至少你也会尽量避免自己造恶业啊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的嘛。那造完恶业你也会怎么样？你也会难过的。那当然这一点你就超越很多人。那你说那我还是有烦恼，我还是会造恶业，我告诉你，你会挂碍而难过，这一点就超越很多人。而且从佛法学来的嘛，它让你增长了惭愧心。惭愧心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你单单有这一点，你就了不起了。佛法说，畜生道、三恶道跟人道最大的差别，就在惭愧心的多跟少。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啊，从各个方面讲，从各个方面讲。我们都是优等生啊，真的，就好像我常常讲，就好像你那个海边那么多沙，你是少数的几颗珍珠啊，闪闪发光啊，那每一颗珍珠都是从一颗沙被包含，有没有？被那个牡蛎包含，然后分泌，这个佛法一点一点一点就变成一颗珍珠的，是不是？只是珍珠有大小颗，成色有好跟差，但是珍珠的成色再怎么差，再怎么小颗都比一粒沙好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那原来也是一粒沙啊，不是吗？珍珠原来也是一粒沙而已啊，现在为什么变成一颗珍珠？还不是这样？那如果那只牡蛎把那个沙含进去一下就死掉了，那个还是变成沙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要看，我们变成一颗珍珠是非常难得，要把握，不要拿珍珠去打小鸟啊，那个就太贵了。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人生，结果你不好好把握啊，都只是享受无益，就好像拿珍珠那样一样，好不容易拿到那一颗珍珠，结果你去拿去打小鸟，就算你打到那个小鸟也是造恶业，那得到一个小鸟肉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珍珠去换这个太不值钱了，所以要怎么样？
要跟菩萨学习，要换什么？要换解脱，换成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么所以他到东平之后，心怀踊跃，目不战神，啊，就是看见佛啊，那么升起，因为他是，所以他看见就非常怎么样？那个恭敬心，那个瞻仰的心就完全起来。就是非常的殊胜，那我们每次看见也是这样，也有这样的心。好，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我们要放，我们这里好，那这个下次再讲，没关系。就是说，里面有讲到地藏菩萨，不是地藏菩萨，人往生，那到底要不要做佛事，要怎么做？啊，生前念，往生前念，往生后念，到底有什么差别？啊，那自己做，别人帮忙做，那么又有什么差别？其实这个导师在里面有稍微有提到，那我们就讲到那个要后面哦，啊，干脆就等到后面那个明往明阳两立那个时候再来讲啊。那这里就是大家回去也稍微看一下，他后面哦，他后面就稍微说到啊，你看。他后面就是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就讲这个，后面都是讲这个。然后我们要学的戏是这个啊。那后面有时候他现种种身，跟观音菩萨一样啊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像我们要以妈妈的角度来帮助这个人，以太太的角度，以先生的角度，以朋友的角度，以子女的角度啊，那么以老师的角度，那么可以帮助到他，我们就虽然我是。在朋友的角度，啊，虽然我是朋友，但在我站在父母的角度，啊，类似像这样去帮助这个人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这个就是说，那我们又不能变化身，那怎么办？不是，你那个心态改变。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角度啊来帮助你，我现在是以父母的角度来帮助你，我现在是以老师的角度来帮助你，我现在是一个学佛者的角度来利益你。其实因以何身得度，我们就要现何身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你说不能，我又不能变身，你可以变，但是不是真的那样的变。那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心态好，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